够无聊吧？哎，有没有答案？有了是吧？给大家五秒钟作答，开始。有。猜成语吗？猜一个成语。那么形容人呢，相当有个性，很特别。哎，好，我们先看闪亮三姐妹，格格不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一格啊！可以好好解释，因为你们答案也牵扯到洛克般的愚蠢与否，因为他们也格格不入。Give me five, give me five。格格不入是不是这一个？格格不入的不 VCR 是赵薇有没有？然后大家都走到墙门，然后赵薇又往回头，因为格格不入嘛，应该是那一个啊。你们为什么觉得是格格不入呢？我们猜的啊，因为就一格啊，就格啊。哦，就是那个格数都不进来这样。对啊。哎，庹宗康先生、唐李小姐两位都是独树一格啊。有智慧的答案。两位共同来解释好了。哎，林立金也是啊。真的吗？是。对啊，因为刚刚搜讯只有一格啊，那就是独树一格嘛。啊，有道理，有道理哦。哎，二 A。哈？二 A。二一行二大哥，贵格奶粉。警卫请注意，警卫请注意，有人在华氏圣同闹场。你都喝贵格的吗？不是在台湾，你要几格？贵格，贵格，贵格，贵格。哦。哎，他不是乱哈拉的这个。哎，林立金小姐也是独树一格。可是是二 A 啊，那我要改一下，可以吗？哦，谁的电话最收讯最烂啊？啊？谁的电话收讯最烂？林波唱那个黄梅调。宁波的电话现在收不到讯号。喂，不啦，不是啦，正确答案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董志成的本名叫什么？小董一格。董志成对不对？啊，对呀，志成一格了吗？哎呀，这是独立形成一种风格，在英文来讲叫做。personality 就是有个性，自成一格，好吧。